台市110学年度公立幼儿园申请入园，登记已经伫4月27号来完成。上午首度来进行着全市公幼申请入园电脑抽签直播作业。有着台市副市长戴谦、校长协会、台市教育产业工会以及家长团体代表共同见证，专程也阁围车到法律事务所到场来见证，表示抽签的过程公正。公开，里面就麦当透过着网络来查询。台南市公立幼儿园新生入园首度采取统一电脑抽签直播，上午由台南市副市长戴谦、教育局副局长吴国民以及校长协会、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家长团体代表共同启动，全台南市总共有221幼儿园来招生。132幼儿园无需要抽签。教育局呢，在今天要采用这个电脑抽签的方式，也就是说家长呢，您不必请假来这里抽签，那透过网络呢都可以收看得到。所以我说，这个在座的各位呢，都是最重要的见证人哦。我们是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做这件事情。副市长戴谦表示，全台南市221幼儿园提供6089个名额，实际登记数6114名。今仔日初稿抽签平均中签率为88.56%，去年已经增加公幼14班375个名额，今年搁再加码21班537个名额。近期会搁再规划设置至少20班，两回专班。我们市政府一向呢是尊重民意，然后呢倾听民意，人民的声音我们都知道听到了。同时呢，不是知道听到，我们还是去做，持续的这个检讨改进，然后呢，并且每一年登记跟这个招生情形。做完了以后呢，都会做滚动的这个检讨，不是干那做了，明年各教上安尼，若有欠亏的所在呢，煞拢无改进。所以呢，我们每一个事情呢，都是完了以后就有滚动的这个检讨。今仔日抽签过程全程直播，民众会当到网址来观看，也会当到公幼儿园网络备注名单。提供民众来查询，行政区幼儿园独备处也是备处的名单查询。第一次招生了后，有欠名的园所将伫5月7号进行第二次新生入园登记抽签的作业，民众会当多加来利用。记者陈泽生，市政府采访报道。